级汽车。一家游戏体验馆。可惜我们没有门票。哎，不许动！我宣布，你们中奖了！可以免费体验我发明的游戏。耶！太幸运了！奇怪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中奖了？可能因为我长得可爱吧。欢迎进入游戏世界。哇！听好了。你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抵达终点才算通关。计时开始。出发！好难呀！时间到，你们全都失败了，将会永远留在游戏世界里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车们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被困在游戏世界了，只有通关才能救我们出去。超级汽车，有本事就来挑战吧！哈哈哈！哼，麦特博士真嚣张。别忘了，旋风也是个游戏高手哦，他一定能完成任务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游戏眼睛。无论是比赛还是游戏，我都是第一。3、2、1，出发！荆棘荆棘树上到处是荆棘，向前冲啊冲！当当当当当当当，金币全吃光。这没什么，我可是游戏高手。麦特博士，你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把大家关在游戏里？哈哈哈哈，你们不懂，这样的游戏才更加惊险刺激。哼，那就让你自己也来体验一下吧。什么？放我出去！超级汽车，快来救我！Yeah!